看见这鱼我都头疼。这个鲫鱼有人吃吗？有人吃吗？有人吃吗？七只、八只、九只、十只。三条也做了，黄骨鱼打了汤，这个鲫鱼就不做了吧，吃得完吗？做吗？不做吧。不做是吧？不做就放起来了。明明就可以当零食吃嘛，干干脆脆的，也可以卖嘛。把你卖了。吃饭，做好了。嗯。好吃吧？好吃。好吃啊？嗯。要不好吃怎么办？你这个是干啥？怎么做出这样子的颜色来？不是这个颜色吗？这不要回家锅啊，大姐。撒了烧烤料啊！你儿子说就这样吃。好吃。是吧？好吃。是我吃，不是我儿子吃。你掉的不是给你儿子吃的吗？我掉的我自己吃。嗯，我一看这个菜哪有点胃口？你告诉我。怎么没有胃口？你看白白的，干干的。那这个汤本来就是奶白奶白的呀。汤可以，那这个呢？啊，一个干的，一个汤的，不是吗？嗯。别浪费，那个头也吃了。回锅，这个饭没得吃了。老二，二傻子，真他妈难伺候。弄得干的要湿的，要弄得湿的要干的。我手上有刀哈，你给我悠着点哈。丁总，嗯，冰箱里把你老妈珍藏的米酒拿出来。今天晚上给你爸录一声，让他吃了晚上睡不着。嗯，啊，老爸今天睡不着，明天可以晚上可以睡着呀。明天晚上睡？那他一天晚上睡，一天晚上不睡是吧？不是啊，他一天晚上不睡，其他晚上都睡啊。这妈本来就是都弄给我吃的。都弄给你吃的是吧？嗯。那，啊，我的呢？啊？你的在水库里。你的在水库里，说明你这个餐条掉少了，鲫鱼掉多了。你鲫鱼，我说做鲫鱼，你说儿子说不做不吃。你看，做一顿饭，你看。什么？拿蛋给他看看。你帮我看。拿下面有两颗蛋。白眼狼。就是，就让你看看。我怎么感觉你在擦屁股？这才叫鱼嘛！啊，那种干巴巴的怎么吃？也就是我。嗯。但凡换了个你人，你吃就吃，不吃拉倒。早就帮你把碗扔了。你自己过来试一下，这味道多好，是不是？那不是废话，放了米酒啊，肯定味道好啊。嗯，还行，味道。嗯，给你个赞。有奖励没有？有，来亲一个。好闻嘴啊！
什么就吃汤啊？嗯，啊不吃饭，还真减肥啊？不想吃啊，减什么肥？啊，别减，多吃点。不要。来来来，多吃点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快点，跑来的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快点，减啥肥？一天天的。部长，来，我再帮你开冰皮就行。嗯。减肥，浪费粮食。真是亲妈，我不喝，你自己喝。是吧？快点喝。嗯，没刺的。堵着点，我嘴巴都堵疼了。你嘴巴，要啥说？老鼠。你知道中午你儿子说啥？他说爷爷，我告诉你个事情。早上，爸爸喊我喊牙擦叔，妈妈叫我喊爸爸什么什么。我说你闭嘴，这真是亲儿子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还笑啊？谁叫你把你儿子取外号的？谁叫他自己不好好的？有吃的堵不住嘴。